早晨，好啊！而家系同场加映嘅时间。鉴于本人咧喺上一个 vlog 嘅去完大阪之后嘅两个礼拜咧，又再次翻出嚟啦。而今次咧系有少少工作，再加埋遇上烟花嘅季节，系，所以咧今日咧有时间咧，我可以有呢、這个叫咩偷得浮生半日闲。而家咧我哋准备出去睇烟花，因为而家系大阪。嘅櫻花嘅門開之後過咗幾日嘅季節，我已經開始見到櫻花樹開始出葉啦。我要捉緊個櫻花嘅尾巴，所以咧，而家咧就準備出去睇櫻花。我希望我影到啲靚嘅櫻花俾大家睇啦。事不宜遲 ，Go！ 好啦，正式出發去睇櫻花啦！我哋目的地咧就係大阪造幣局 ，Zoheikyoku。咁其實我未去過嘅，嗰條河出邊條河，嗰陣時拍嘢嘅時候有去過，但係真係行翻上岸嗰度咧，我係未試過嘅，所以我都有啲期待。我望到而家我住嘅呢個地方出邊嗰棵櫻花開始開葉啦，佢你睇下，睇都唔俾你睇添啊！所以究竟陣間會發生咩事咧？早兩日曾經有人講過話啊，其實加咗啲葉嘅櫻花都幾靚啦。我哋一個同行嘅同事，然之後其他同事就靜咗兩秒，跟住我就提出一個理論，睇你點睇啦。有啲人都覺得生滿白頭髮嘅頭係靚嘅，但正常人都係覺得冇白頭髮嘅頭係靚嘅，除非你染到成個頭都係白色啦。咁我希望陣間去到造幣局唔會見到啲有白頭髮嘅櫻花。我覺得每講一秒，啲葉就好似會飆出嚟咁。大家車未到，哇！好嘢，到咗啦！估唔到我竟然可以睇埋櫻花，雖然而家係頂光。我哋忘記嗰啲出咗白頭髮嘅櫻花啦，有啲咧仲係壯年嘅，係啦，呢棵咧大約年紀咧就係13至55左右，你見到佢都開始出咗白頭髮噶啦。嗱，至於前面我哋見到咧，哇，正值壯年嘅櫻花，望一望佢哋，18、22就係呢啲，哇，好靚啊呢位，影下相先，呢一棵係做咩事？究竟誰將假的櫻花綁在這裡啊？是甚麼事？看看可不可以騙到你先。跟著我上次在加拿大騙過大家之後，不知道這位可不可以騙到大家呢？我真的很想這個時候 po 個 story 讓大家知道櫻花很漂亮。如果之後你看回這片的時候，你就會發現自己，哎呀，我被騙了添。我不說，我齋 po。說明先，這支不是我自己整上去的，這個並不是一個節目效果來的。我只是路過見到的。離身先。然後呢，我應該揀啲唔好咁紅嗰啲，咁就可以做到個 story， 做到呃人嘅效果。Let me try。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睇到我個 story， 我已經 post 咗啦。如果你睇到嘅話 ，sorry 啊，佢係假噶，又或者你上翻我的 IG， 揾翻呢一個 archive 嘅 post， 你就會知道噶啦。但我發現咗一個咧，表面上係假，但係實際上係真嘅櫻花，你睇呢個。假啊！個感覺，佢係真噶。其實我對於櫻花咧，我都係中意影啲比較神奇啲嘅島，例如啱啱嗰個咁一棵咁樣啦。例如我早兩日咧行到個公園嘅時候咧，咁我就發現咗佢掃得好靚啦，啲櫻花瓣即係掃曬一邊咁樣。咁我就喺個地下度影嗰堆花瓣，但係影出嚟張相好靚，都可以上翻我 IG 度睇。但我要提醒大家，真係唔好咧行去嗰啲樹嗰度，然之後搖。我真係見過嗰啲人咧，想做嗰個櫻吹雪嘅效果咧，即係自制櫻吹雪咧，係咁喺度搖嗰棵花，然之後等佢啲花瓣跌落嚟影相。哇！呢個真係極度不要得，話俾大家知啊！即係個感覺就係你不斷搖屋人，啲頭皮落嚟，啲頭皮落嚟，啲頭皮落嚟，我要影啲頭皮喎。咩意思啊？即係首先唔好理你會整傷咗棵櫻花先啦。二來就係我有棵櫻花，我都覺得好無奈，我已經開始。甩緊頭髮㗎啦，你明唔明啊？我可以變緊秃头啦，你仲係咁摇喎。希望大家真係
無論在哪裡看花都好，其實不要搖花，它們有生命的。其實紅葉都不應該搖，說明先在地下撿就算了，撿完這條心就放在地下咯。快速春泥嗎？那句叫做那句叫做什麼叫化作春泥更護花話OK， 我完全不記得了我自己小時候讀書讀過什麼啊，我記得了，落花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。好了，其實呢我現在還沒走到去祖幣局的，我們哇好漂亮啊前面那個位，我記得呢之前拍真由關西的時候呢就在這個河裡坐船看櫻花，當時還有個小朋友跟我打招呼，我看現在可不可以跟一個小朋友打招呼先。喂，外面有船啊，嗨，有人跟我打招呼先。喂，這邊有個小孩啊，見面到啊。好了，進到來了，做幣局的櫻花通是需要登記，其實在門口它非常方便，剛才有很多翻譯，還有有很多人去幫你掃了這個 QR Code 呢，你就即刻登記呢，那他就會 send 個 QR Code 給你的了，那你就可以入到來了。而這裡呢是有很多不同款的櫻花的，這裡的玩法是呢，今年之花就是這個大手球啦，但這個今年之花呢其實是去年投出來的，所以我們在這裡做的呢就是投定出年的今年之花啦，但其實那個今年之花是去年投出來的，是不是很複雜呢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anyway， 總之就是這裡有很多不同的花。如果你喜歡這位佳麗紅事魚的話呢，其實很簡單，就可以在這裡投票掃個 QR Code 支持一下它。這個叫大提燈，這位佳麗是這樣的，不過正所謂怎樣靚的佳麗呢，燈光都很重要的，現在這個時間是頂光，因為下午十一二點的時間太陽在上面是怎樣拍的花都不行。這個佳麗現在被人打到陰陽面了，哎呀你看我現在樣子這麼壞，你知道我都頂光緊，我跟佳麗一樣。我發現了大雄的朋友靜香啊嗱，即係睇嚟呢一棵花都好切合佢有一個名字，靜靜地香，真係冇啊大佬！第一粒，哎見到啦，唔係喎，靜香係未開喎，含苞待放喎。請你哋留言話俾我知，究竟而家靜香係已經香咗啊，定係其實佢未開始香咧？喂，得啦，你哋唔使留言話我知啦，原來全部都係花冧嚟嘅，你知唔知衰咩啊？靜香。你需要太遲報名啊！我哋而家先揾咗大手球先，究竟大手球係喺邊度嘅咧？揾到今年之英啦！係今年之英攞完獎之後就過和青啊！今年之花，我明啦，呢啲咧就係壓力啦。你見唔見到咧？嗱，大家都影緊個今年之花，然之後隔離個棵白名只開得幾成開。我認為是因為隔離位去年贏了冠軍，所以刺激到他，我今年要努力發奮圖強，我要成為下年的今年之花，所以他在隔離就跟他爭熱鬥麗。隔離那個因為去年已經拿了獎，所以他可以放屁，不是說本人啊，說明先我要努力工作的。哇，行了全日，我覺得這個是最靚的，你看看，雖然它有盡了天時地利人和，也有很漂亮的燈光哥哥幫它打燈，而旁邊的佳麗也都是擺明是釀菜，所以呢它似是出年的今年之花，雖然它的名字不是太老禮，叫無機啊，無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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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有機有機有機，但個問題是無機真的無機，它沒得投票的，為什麼對不起，我還以為你可以做出年之花，但你下面沒有 QR Code 給我投票，所以你真的沒機了。所以做幣局這邊是精彩的，還有真的有很多款花，如果你真的想拍那些沒有人很正的照片，在樓下河邊那裡你就會拍到很多漂亮照片，因為那裡真的沒什麼人，很舒服地散步。這裡就是花卉展來的，是一個超級多人的花卉展，年宵市場咁樣，今次呢個快閃做幣局櫻花通嘅櫻花博嚟到呢度咧就完啦，好逼啊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，就記得
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。我而家一边讲一边要揾路行，好多人。好啦，我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